故事发生在台北的某天，神秘的巨大建筑神机从天而降，它制造的神机怪物令路陷入混乱。然而，神机释放出的神性声波，赋予人类各种神格。孙悟空、唐轩、奥丁、瑞文、瓦尔基里、普林、美杜莎、梅兰妮、索尔、多纳尔，这些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人类，我们叫他代行者。各位啊，娓娓听我道来啊。哦，你怎么变了？哇塞，哎，这个人好酷哦，他身上有电呢，是闪电侠。其实这一切都跟那座神机有关，因为他发出了神机。行动电源吧，可以充电吗？有个大锤子，好酷哦。这个还破哎。哎，真的哎，超酷的。你各位啊，都是天选之人，所以神格觉醒，得到了神选的超能力。哦，所以你可以充电吗？欸，我手机刚没电了。所以电会让我的头发烫坏吗？等一下，可以帮我升级我的衣服吗？哎，你被打了啦！你都不会痛吗？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东西不可爱了。哎，后面有东西了啦！你不是雷公吗？你赶快电他，快点行动电源上啊！亲爱的小妹妹，这个世界都是回合制的，耐心一点。你先站好位置，让他们先出招，我来教你们怎么出招啊！来，这样这样，来，悟空，用你的大棒棒，左三圈，右三圈，向前突刺，刺啊！瓦尔基里，你就把他想象是你的前任，他对你好冷淡，冷到就砍他就对了。梅杜莎，你不只把他想象是你的前任，还跟你借钱没还呢。奥丁，至于你的部分，你就在大脑里想象乌鸦群，然后，哎，我还没说完呢。他是被打飞的，这都看不出来，快去救他！啊，你没事吧？我眼睛好痛啊！都是你！对啦，我怎么不救你？对啊，不会掉，是他吧？咦，我说要救你们吗？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们的吗？我记得我只是要教你们战斗而已吧？我要负责。好吧，看来我只好再出招了。终于完成了。哎，哇，这个很好看耶，比刚刚那个好看多了。不想听你讲话，你一直在看我的奶。啊，你刚才还不是第一个被打飞？飞得好远哦。哎，怎么这样讲？是你不救人家？我跟你讲，我刚才那个只是跌倒。不是我不救人家，是他不救人家了。我跌倒的，我就是跌倒。它是藏在哪里啊？超奇怪的，有没有可能是肚子？月老，柴老爹。你想，魔王都已经出来了，他们还在那边吵吵闹闹，想必是缺了爱，请柴老爹帮个忙。没问题，交给我吧。潮流都市，神格觉醒，全球超人气的都市神话 RPG《众神派对》强势上线了，搜集百位超酷众神，组成代行者梦幻战队，动感十足的潮流电音陪你遨游都市，闯荡 BOSS 副本。现在加入就能自选超正史诗女神，还有连续两周的丰厚好礼哦！享受爽度爆表的策略战斗，和全球玩家一起尬电狂欢，《众神派对》。下载不用钱，潮流都市神格觉醒，即刻下载众神派对。
随即开始了一场好看又美丽的逃难潮，和巨大又好看更巨大还美丽的逃难潮跟逃难潮。而这接下来的故事就让我们从红发少年唐轩和巨乳贵妇瑞文转角撞到爱开始说起。这时瑞文生气地说，走路不长眼，没看过美女吗？唐轩一听便仔细端详地说，看过呀。而随后呢是少女不灵，跑狗不挡路，挡在这里干嘛？这逃命时间还不跑？唐轩讶异地说，有翅膀了不起啊。不灵生气地说，哦，有翅膀却实蛮了不起的。瑞文不甘示弱地插嘴，你这是什么？我这才是贵妇的翅膀，看清楚了吗？布林一脸疑惑，为啥贵妇翅膀是黑的？瑞文再度不甘示弱地回说，这是你们这些小朋友都不懂的东西好不好？而唐轩也插了嘴，人家有武器你没有啊？瑞文瞬间骄傲值上升，可我的武器在这里，50万魔笛超自然巨旺。布林忽然感到惭愧，原来是凶器啊。就在唐轩再度陷入爱情漩涡时，就被外拍少女布兰妮给撞飞了出去。而布兰妮惊讶地告诉大家，哎，你们看后面有好多只怪物啊。说这时迟那时快，片头的狠人大胡子多纳尔大叔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故事停在亿万分毫秒之中，快到连空气中的蚊子都还没来得及让特效师做出来就已经消失了。而多纳尔以95公斤的纵身之跃，使出强烈的凤梨巨头可爱小肚肚左10万伏特制雷电滴滴打招，就将后面可爱的神迹小怪电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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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